大家好，我是农村上大妮，今去刚买点菜的啊。鹏鹏跟哈强都在工厂开始动手了。今上午买点菜犒劳犒劳他们。哎，叉叔，你回来了？我去买菜了，对啊，鹏鹏。我找那买点菜那边的黑木料都在家里，正好他们俩人也都来这动手了，等于也不是也是也没事了。买点菜，炒俩菜上午了。抢肉，烤了烤了。行了，我去了啊。你去吃饭去吧，赶紧。啊。老飞还有这个呗，要可以的。这一边这个，嗯，看这个，这个特别完事儿，梦一下该怎么放？这地瓜味儿当土豆两个月钱啊？那是啊，那我先买这地瓜味儿，就地瓜味儿，两块，两块一斤，那再说呢。然后你再拿这几块，那很多吧？来，这都是几个村里的，然后开盘。好嘞，一样。Hello， Hello， 哈哈。让你来了，让我来。这不是三里屯的。三里屯的，三里屯的，叫啥呀？啊，我大爷呀！那谁要多少呀？这是什么烤肉么的？见不着买啊？这边真的有，但是小，模糊。
有点舒适。哪俩急要的？哪俩？是几个刚走来的？是吧？嗯。都是啥？然后五片儿。一个菜。两盘儿。然后随着这个海带从鱼上上来的。分几条？然后花生也弄了，都两盘了。不多，那都来的这个都不是。然后腐竹。小家的，快过来了，八十九，八十九是吧？